大家好啊，今天给大家开箱一个液压的一个小挖机啊，就是1:18的一个小液压挖机啊，就是非常精致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外包装啊，非常结实啊，一个木箱子，打开这个是挖机的一个主体啊，我们拿出来，哎 ，OK， 来看一下。这个不用两个人抬啊，这个很轻的啊，二十多斤，这个是那个遥控器啊，一个福斯的一个遥控器，哦，这个液压油，这个是挖机的一个电池充电器啊 ，B3 充电器，啊，带了一个小工具啊，小扳手，啊，带了小工具，一个锂电池。